看看新闻网。再来说说电影，电影《一代宗师》入围奥斯卡之后呢，被第三者和当爸爸传闻困扰了有一阵子的梁朝伟，最近心情应该好了很多吧？嗯，心情好呢，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哈，就是在这么多的风波之后，老婆刘嘉玲呢依然是站在自己身边。来看一下。电影《一代宗师》即将参赛奥斯卡，作为片中主演，梁朝伟近日也是全国飞来飞去。不过一直在机场守候的记者正好把影帝梁朝伟逮个正着，看得出喜事临门的梁朝伟当天心情还不错，就算是问到不愉快的第三者事件，梁朝伟也忍不住多说了几句。大家怕怕嘉玲姐看到会不开心，哄下她。梁朝伟都开口说这一切的空穴来风都是八卦了，那刘嘉玲自然是最高兴的一个了，所以隔空送个祝贺什么的也就被当成了夫妻恩爱的表现了。觉得蛮骄傲的吧，有这么一部电影去那个参赛奥斯卡。你们都计划同我一起过，如果有时间我一定过去。不过因为在圈中人缘实在太广太好，所以刘嘉玲每次都会充当别人的代言人，这次又被记者们逼着为王菲代言，嘉玲姐不干了。我们有微信联系，她非常好，非常的开心，谢谢大家。我也不是他们的代言人，我不好说这些问题，私人问题你们还是问他们两位比较好。娱乐新天地，不要盲目相信传闻报道。